观印象岭南奥园文化旅游城，华南地区第一个禅宗主题文化旅游城。粤北旅游中心，历史文化名城韶关，是广东省旅游资源最丰富、旅游文化品位最高的地区之一。在大南华、大南岭、大丹霞的政府规划下，韶关旅游市场爆发式增长。韶关印象岭南奥园文化旅游城坐落于韶关市武江江畔，项目规划区域超百万平方米，是奥园集团投资过百亿打造的，以大型禅宗文化体验园为主要特色，结合影视文化公园、婚庆文化广场、儿童体验帽及综合娱乐设施的文化旅游项目，是华南地区最具特色的兼具旅游、朝拜、禅宗文化体验、商业、居住功能为一体的南中国旅游胜境。中国奥园地产集团，中国复合地产旗舰品牌，凭借复合地产优势和专业的商业运营能力，铸就中国地产领先品牌。作为中国顶尖旅游演出制作机构，大型实景演出《印象刘三姐》制作机构，山水盛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股东，奥园集团与山水公司创始人、著名旅游演出导演梅帅元先生联手，打造华南地区首个大型禅宗文化体验园。体验园占地16万7千平方米，致力于打造阐明佛教核心价值观的佛文化游乐园，涵盖佛教文化和六祖禅宗文化两大部分，由佛经故事五地视觉剧场体验和大型禅宗故事室外表演组成。本项目将成为山水系列大型实景演出，进入广东省的第一个演出项目。剧场建筑外形设计灵感来源于佛教徒双手合十的造型，由台湾著名艺术家、建筑设计师密雄先生设计。禅宗修行区占地56千平方米，将打造成为一个人间佛教理念指导下诞生的城市净土，引入国际知名顶级休闲主题酒店品牌，涵盖禅修度假及佛教界国际交流功能，建造一个入世禅修地。东方好莱坞影视城占地12000平方米，将成为华南地区最大最先进的影视文化城。 IMAX 巨幕影院、个性主题影院带来新潮刺激的观影体验，热门影视主题体验馆尽情体验角色带入的畅快，小星星影视艺术培训基地、造梦工厂、全国首家个人微电影专业定制，为明星梦的实现提供无限的空间。浪漫北堤婚庆主题街及大型婚宴酒楼、婚纱摄影机构、婚礼策划工作室于一体，打造最大最全的一站式综合婚庆主题街。梦幻童宝儿童体验公园占地15000平方米，以儿童职业体验馆为主力点，打造华南地区最大、业态最齐全的儿童体验帽，引入知名儿童教育商品品牌，创造一个寓教于乐的儿童欢乐天地。韶关印象岭南奥园文化旅游城计划于2017年全面落成。
项目的投资建设将革命性的提升韶关市乃至粤北地区的经济、文化、旅游、商业的整体水平。韶关印象岭南奥园文化旅游城，开创禅宗文化旅游新品牌。奥园集团，构筑健康生活。香港联交所上市编号3883。